兄弟们，最近有想入手华为 Mate 60 Pro 的兄弟们可以啊试着啊找市场代购了。目前的话溢价没有那么狠了，你像刚发售的时候溢价1500-2000的，对吧？目前的话溢价的话可能就溢价个400-500，这个说实话这个溢价的话针对于华为这款机器来说的话啊，溢价的话目前的话还算合理，不会说是特别的高。你想想这款机器如果说是你华为官网去订的话，可能还要等1-2个月它才有货，但是市场的话它是有现货的，加个400-500，对吧？然后就能拿到一台麒麟 9000S 的华为 Mate 60 Pro 的话，性价比呢只能说是这款机器的话确实非常的好。如果说是你预算不多又想入手一个比较好的华为顶级旗舰的话，那我就比较推荐这款华为的 Mate 40 Pro 了。这款呢也是麒麟 9000 的处理器，而且呢支持 5G， 后置徕卡三摄啊，潜望式镜头，对吧？新环式设计这个都有，只不过是你看跟这个的话其实跟 Mate 60 Pro 的差不了太多，是吧？曲面屏高刷，然后这些的话都是有，再加上鸿蒙系统的优化，那么流畅用个3-4年，这个机器也不是问题。目前的话，华为啊，除了新款的 Mate 60 Pro 系列以外，啊，这款机器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。目前的价格呢，3000出头就可以拿到了，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。如果说是你就3000多预算想入手一款华为的顶级旗舰的话，那这款绝对是不二之选。